你吃太快，嗯，在这儿烫，免得给噎着了。你在偷看我的吃相，是不是很难看？我很欣赏你的吃相，因为你不折不扣的在吃。<笑>那我再喝给你看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没烫着吧？还好。你是谁呀？你不认识你？我也不认识你呀。你当然不认识我了。伊丽莎白泰勒，她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她。我可以抽烟吗？不可以。 你的心情不太好，没考取大学，在家发霉，心情怎么会好？为什么把大学看得那么重要？在我们家很重要的。你看我那漂亮、温柔、文雅的姐姐，她是保送进大学的，将来还要出国。她给了我父母骄傲，而我却给他们失意。其实我并不在乎考什么大学，只是受不了别人的在乎而已。 你是谁呀？我姓费，叫费云帆。哦，你是费云州叔叔的弟弟，我该叫你叔叔吗？随便你叫我什么，我该怎么叫你呢？叫汪家失忆吗？云帆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，来来来来来。 见过楚伯母，见着面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紫菱，你为什么不跳舞啊？因为我必须先来跟你们打招呼啊。瞬间，你这个小女儿脾气越来越像展鹏了。紫菱，啊，哎，你躲哪儿去了？快来跳舞，我看看你的舞进步了。啊。<笑> 你不怕绿萍被陶千波抢走吗？哎，绿萍，我们来交换舞伴。哎，小鬼，你在搞什么花样啊？我喜欢跟你跳舞嘛，而且我也不是小鬼了。你一直是个小鬼。那么，小鬼去也？哎，哎。
楚爷，我请你跳舞。我不会跳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来，一二三。你就是不用功，你的聪明并不比绿萍差，为什么不跟你姐姐学学？对，妈，你已经有了一个绿萍，不用把我塑造成第二个。假如我跟绿萍一模一样，你不等于只有一个女儿？现在你有两个，不是更好吗？哼，又是你的歪道理。不用功念书，写什么诗、月亮、太阳、爱呀，贴得满墙都是。我真不懂，你每天关在房间里烧这些纸干什么？总有一天呐，房子都会给你烧掉。许多父母一生都没有跟儿女通过电。什么通电不通电？你给我的感觉是触电。妈，我今年能不能不考大学呢？嗯，万一今年再考不去呢？明年。明年也考不去呢？后年。那你还趁早给我准备一瓶染发剂吧。什么意思？假如我考了20年还是没有考取，白着头发去考大学总不成样子。又在气我。妈，念大学也好不念大学也好，我只是个平凡的人，最多是结婚，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。如果没有人要，就是念了硕士跟博士也不会有人要。几个男人娶太太是娶学位的。孩子，你这个年纪不读大学做什么？结婚嘛太早，做事，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孩子。妈，你叫什么叫？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念过大学。你今年一定会考取。我叫楚莲，每个礼拜一三五下午来给你补习。你摇什么头？我是替楚莲着想，她做工程师，一天到晚够她忙的了，有点时间还要陪姐姐。他们不是快要订婚了吗？那你不要管。那她哪还有功夫来给我补习？楚莲自己说了，她愿意。你的名字叫楚莲，我看你是楚楚可怜，因为你教也是白教的。伯母说你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里对着你的珠帘发愣。因为每一个珠子里都有我一个梦。梦里有我吗？我们是从小就在一块长大。你应该跟我姐姐做同样一个梦。为什么总要把我跟绿萍扯在一块？你不要装糊涂了，你妈妈跟我妈妈早就说过了，你很快就……上一代人的想法不一定是我们的想法。这句话正是我心里要说的话。我妈总是希望我出国留学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出。我妈一天到晚大学大学，我听到大学两个字头都要炸了。只要你活得好，活得快，活得心安理得，人生的很多问题并不一定都在大学里，你可以从实际的生活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哎，我今天才找到个知己。哼，你早就该把我当做知己。你们这是在补习功课吗？啊，哦，我已经跟楚莲讲好了，从今以后不补习了。现在我把老师交给你了。我看你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走，我们听唱片去。费云凡，叫我弹吉他。
定是寻寻觅觅，他以为他脸上没有露出痕迹，在他的脸上早已经写着孤寂。我饿了，我们去吃饭。Every drop of rain,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. Let it rain all night long. Let my love you grow strong. 这家餐厅的情调很不错啊。可以吗？嗯，新开的。是的，新开张不久。这位是我们老板。哦。请。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, I can hear you call. 西餐用得惯吗？随老板的意思。你不想开餐厅的？我开餐厅是因为我好吃。这是香槟啊，我从来没喝过酒哎。味道很淡，喝点儿没什么关系。祝福你活得青春快乐，别忘了我的名字叫诗意。嗯，人生没有诗意哪会有得意呢？慢点喝，这不是汽水呀。老实说不太好喝，有点酸。哎，那天你走了以后，爸爸说起你，说你是从欧洲回来的。我在罗马、瑞士、韩国都有一家餐厅，经常来回走走。本来我到国外去是专攻室内设计的，做设计师也赚了一点钱。就开餐厅？那还早，有朋友劝我投资买股票，是一家美国的石油公司。一年以后我那些股票都变成废纸。怎么？开了一年的矿，一滴石油也没开出来。原来你跟我一样，也是个失意。来，干杯。我已经把我的股票是忘了，继续做室内设计。没想到有一天呢，沙漠里冒出石油来了，股票在一夜之间暴涨了几十倍。哦，原来你还是投机分子。投机也要靠运气，运气不好常常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呀。Sounds of laughter's everywhere, and the dancing girls way into a bra. I must declare my heart. 你不能再喝，要醉。你还没说完，你的美国太太，她为什么跟你离婚啊？因为我们的结婚根本就是错误。我看中她的外表，而她看上我的股票。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彼此都很痛苦，痛苦就不如分手。好在美国的女孩子，只要你付得起赡养费。我有一帘幽梦，不知与谁能共，多少秘密在其中，欲诉无人能懂。王小姐，我扶您回座吧。不要。窗外更深露重。好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窗里闲愁难送，多少心事寄无从，化作一帘幽梦。
风疏雨动，真笑落花成冢。谁能解我情衷？谁将柔情深重？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帘幽梦。自己来开门呢？阿秀请假回南部去了，快请快请。哦，谢谢你。楚莲，你今天没上班？下雨嘛，工地休息，刚好给子玲带了一点参考书来。楚莲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看你这么热心，子玲要是再考不取，他就对不起你。哎，伯母，子玲昨晚喝醉了，还没起来啊？再不起来啊，我不是要醉死了吗？子玲，你惭愧不惭愧？楚莲，你今天不上班，在我家里吃饭，我去买菜。伯母，我看不要麻烦你了。你们好好的补习吧。妈的用心良苦，你的精神可嘉，偏偏我就不争气，我真恨我自己。我们不说好了不补习的吗？昨天晚上我又改变主意了。这什么书啊？你打开来看。这类的参考书我喜欢看。总算没有辜负我冒着雨跑了几家书店。楚莲，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非常介意。那我都没想到。昨天晚上如果没有别人在这儿，我会给你一耳光。以后那个费云凡再带你去喝酒，我会扭断他的脖子。楚莲，我今天早上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从15岁开始我就在等你长大，我不准任何一个男人的手碰到你。我是不是昨天晚上的酒还没有醒？你这个笨丫头，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？你转过身来看着我。这是个误会，你在骗我。除非我在自作多情，你从来就没爱过我。这是我的秘密，我跟谁都没有说过。你知道我房里挂的珠帘吗？上面的每一颗珠子，每一个梦，他的名字都叫楚莲。我愿意对全世界的人喊我爱你。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大声地喊啊。好，我爱子玲，我爱子玲，我爱子玲。这个疯子，你是个傻子，你是个神经病。我为你疯，为你傻，为你变成神经病。但是陆林不是比我更好吗？他是太好，美丽纯洁，不苟言笑，但只像水晶玻璃的制品。
它完美迷人，但不真实。但是，你承认它是完美而迷人的。是的，我承认。这证明你欣赏他，或者在你潜意识里根本爱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只是他太完美了，你怕追不上他，才来爱我。子琳，我告诉你，我楚莲或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男人，但绝不是个不敢面对现实的人。子琳，我不爱绿萍，我只爱你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永恒。我发誓，我今生今世只爱子琳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啊，楚莲。别生气，我嫉妒，我多心，我易怒，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我请你去吃饭，我知道一家最好的餐厅。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请坐。你们老板呢？哦，费先生并不常来，今天不在。哦，不过他交代过了，您随便用什么，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倒不必。像上次一样。不过香槟换可乐。啊哈。坐。为什么到这家餐厅来？难道我请不起你吃饭？我想叫费云凡看看，我现在不再失忆了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只有一个人，我怕他知道。我跟你说了，绿萍跟我毫无瓜葛。陶建波在追绿萍，也许绿萍爱的是他。恐怕不是你所想的。请你不要为别人瞎操心。我刚刚还在问起你。你不再叫失忆了，现在我应该叫你得意。哎，你们见过吧？在你们家见过一次。嘿，你好。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坐一会儿？不用你请客。我很希望有这份荣幸，但是我坐下来不太受欢迎。好好把握住幸福，别让他喝醉了。他是不是很风趣？大概是楚莲送子琳回来。啊！嘿，陶建波，爸妈！哎，楚莲呢？回去了，这几天家里都见不到你，你跑到哪去了？啊，妈叫楚莲给我补习功课，我每天都在外面补习啊。你们都在哪儿补习啊？随时随地啊，这是最新的教育方法，读书不一定要在家里啊。陶建波，你怎么不约我姐姐出去玩？你不要管别人，谁像你那么爱玩？建波，你坐会儿，我明天还上班。老婆，伯母，我想我该告辞了。常来玩，问你妈好。啊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陶建波。啊。你要追我姐姐，我帮你忙。再见，再见。建波对我们绿萍好像很痴心呢。哎，你觉得？他比楚莲怎么样？当然是楚莲好。建波这孩子啊，木木纳纳的。既然你们都认为楚莲好，那就先让他们订婚，大家也就安心了。订婚是可以的，我跟他妈也谈过了。可是楚莲一定要考取留学，我们绿萍是非博士不嫁。
姐姐不注意我呢？没想到她爱的是我，并不是我的姐姐。如果她是爱我，那我姐姐该怎么办？真希望姐姐爱的不是他。A lovely statement of them by Stan Establish, the tenement of this beautiful work. That how Stan picks and chooses his quote. The lady. 你在看什么书啊？啊，小鬼，吓了我一跳，讨厌。哎，子琳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啊，我已经申请到奖学金了。你真的要出去啊？别难过，子琳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也接出去。我不想出国。姐姐，你到底喜欢陶建波还是楚莲呢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喜欢谁呢？当然是陶建波了。陶建波，他是爱情的调味品，就像菜里的辣椒一样。无论多深厚的感情，都需要一点刺激。陶建波追我，楚莲来我们家就更勤快了。这只不过是女孩子在爱情上玩了一点小手段而已。你没有看到绿萍谈起你的语气、表情和神态，她已经把整个的心和生命都给了你，而你却完全不把她当回事。你必须弄清楚，如果我顾到他，就顾不得你了。你态度暧昧，你模棱两可，谁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我觉得很冤枉。你应该觉得很得意，我姐姐那么爱你，难道你心里一点都不感动吗？假如我能少爱你一点，我会很感动。假如我虚荣一点，我会觉得很骄傲。假如我很卑鄙的话，我会想得到你们两个。可是现在我心里烦死了。哦，你真是楚楚可怜。人类的三角恋爱注定是悲剧，往好的发展，有一个是悲剧的牺牲者，弄得不好，三个都是牺牲者。你是说要绿萍牺牲？反正他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我反对。你想想看，假如绿萍真的嫁给我，会幸福吗？结果是我的不幸，你的不幸，跟他的不幸。这世界在变，我离开了他，也许他会爱上另外一个人，说不定那才是他的幸福。预备去跟爸爸谈。我要自己跟绿萍谈。什么？我已经决定明天下班就跟他谈。你是不是冷？谁说我冷？我好怕。把事情交给我，不要怕。我怕姐姐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我怕楚莲，你们不会见了面，你又爱上我姐姐了。天哪，你要担多少种不同的心事。你别跟他在哪儿谈呢、啊、郊外没有人，就是他气急了骂我，也不会有别人听见。那么一谈完马上就打电话给我。
的，姐姐，是我。你在哪儿？我刚刚下班，楚林来接我，说他有事要跟我谈，告诉妈说我不回家吃饭了。哦，姐姐。我们可以透过云帆的关系把工厂出品销到欧洲去啊，哎，能够打开欧洲市场那真是太好了。现在纺织品在美国的市场已经到了饱和了。嗯，说的就是嘛。上一次有个朋友在旧金山的百货公司里边买了几件花格衬衫，带点笑容，衣领的，别哭丧着脸，别人会以为你失恋了。哎，这种崇洋的心理真是要不得。就是嘛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有个朋友啊，从美国。你们生意谈完了没有？不饿啊？好，请请请。子林，你走来走去干什么？请小费叔叔吃饭。你姐姐呢？她来电话说跟楚莲在一块儿，不回来吃饭了。便饭没菜啊。请。哎，请。喂，什么？打错了。子林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喂，什么？医院？打错了。啊，子林在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家的吉他没有加好。子林就是这样，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。什么车祸？啊！震荡，不能动，也不能来看了。我不要他看到我这个样子。说话。
楚伯母，子林，你出去吧，医生不准他说话。知道了，我的腿。姐姐，如果他爱你，不会在乎你多一条腿或者少一条腿的。但是他爱我吗？是的，他爱你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？不愿意见你。因为恨我吗？不，因为他太爱你。绿萍，这些年我虽然没有向你正式表示，但是我想你心里会知道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爱？我已经不是当日的我。不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完美。求你答应嫁给我，楚莲。你不要因为我残废，同情我。那我会更痛苦。绿萍，那天我约你出去，就是要向你求婚，怕你拒绝，我心神不定，才会撞车的。希望你不要后悔，你有一个残废的妻子。不会的。姐姐，因为楚莲爱你。子林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在门口都听到了，刚好我给你送花来。我好高兴，我是第一个祝福你们的人。欢迎你做我的姐夫。昨宵风疏雨动，今夜落花成冢，春来春去俱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。出院了，子林，一件完美的艺术品，我不小心打破了，只好把它买下来。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楚莲，不要再解释，你不应该再跟我单独见面。你不愿意再见我？
那是说你不再爱我了。子琳，楚林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爱你吗？是你跪在我姐姐面前向她求婚的时候，那是我最希望你做的事。好好的照顾我姐姐，你该走了。楚莲，不是绿萍，是我，是你，是我姐姐。这不单纯是爱，你要负起责任来。你已经哭了一个小时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阿秀开的门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，我就忍不住来看看你。啊，我看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楚莲一定刚走。啊，不要哭了，眼睛哭肿了，明天怎么见人呢？啊，我不要见人，我什么人都不要见。也不见我吗？你是例外。为什么？你可以把外界的消息传给我。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，我奇怪你居然笑得出来。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哭与笑又不能改变事实。好了，子琳，别哭了，哎，我弹吉他给你听。情深重。
就好吗？窗外更深路中，今夜落花成龙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梦。好了，不要再谈了。你听够了。你的吉他没有好好保养，我也很久没有弹过，否则手指都不会被磨破了。你为什么一直弹？你为什么不停？因为你没叫我停，因为我想治好你的眼泪。我不懂。那么让我告诉你，我只希望你明白一件事，天下的男人并不止楚莲一个。如果你不认为我乘虚而入，如果你不认为我太讨厌或者太老，我希望你接受我做你的丈夫。你一定不是认真的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。我很认真，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认真过。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爱上你？但是我并不爱你。人不一定为爱情而结婚，楚莲不是也不爱绿萍吗？新郎、新娘，现在你们两位到天主台前来，将要开始最神圣、最庄严的婚姻生活。你们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岁月究竟如何，却一起勇敢地到天主台前来，当着天主的面向对方宣誓，将来无论环境如何，保证自己始终忠于对方，把对方看成白头偕老的终生伴侣。我将你们结为夫妇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者，阿门。假如你同意，我们马上可以举行婚礼。我带你到欧洲，到全世界去。你可以逃离楚莲和绿萍，逃离所有的烦恼和哀愁。人并不一定为爱情而结婚。我等你答复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你共此一帘幽梦。考虑过了吗？考虑过了。
不一定现在答复我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愿意还是不愿意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我不能和一个我跟他没有感情的人结婚。感情是可以靠时间来培养的。主要的是我不爱你。你还不懂得什么叫爱，你所谓的爱不过是一个小女孩的梦想，等你真正懂得爱了再跟我说。你小看我了，我不是小女孩了。小傻瓜，好好运用你大脑想一想，现在你是掉在感情的漩涡里，看看你瘦了好多。有一个男人，他了解你，能照顾你，会给你安定的生活。如果我是你，好像我非嫁给你不可。这是你目前最好的一条路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费云凡，你这样做不是太冒险了？我愿意冒这个险。张鹏，你快下来！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？我女儿是管你叫叔叔的。这既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亲属关系，而且我从来没让她叫我叔叔。那你是早有预谋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哦，云凡，展鹏，这真是天大的新闻呐、啊！这怎么得了？我们家呀，也不知道走什么霉运。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我向令爱求婚，他已经答应了，所以来请求你们两位同意，啊？子林，你自己跟爸爸说。云凡，这才出我意外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是诚心诚意的。子林，你跟我到楼上去。等一等，子林，云凡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爸，说，不要看他。是真的。孩子，你知道你做的什么事吗？我知道。你今天的决定关系你的一生，以后可不能后悔。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又没有问你。爸，我不会后悔，就是做错了，也怪我自己，请你不要再问，是我自己愿意。子林，子林，你去看看他，我跟云凡谈谈。这两个女儿要让我操多少心？你坐。你坐。我知道我不是你们理想中的好女婿，可是我会爱护她，照顾她。吕萍出事以后，你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子菱憔悴了多少。你在指责我们疏忽了子菱？不是的，你们不知道子菱牺牲了一些什么。牺牲？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能够把自己的爱情转让给别人。你是说子林跟楚莲？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？那么你又为什么要娶一个不爱你的女孩子呢？爱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我是真的爱她，就可以转变让她爱我。最重要的还是子林，她现在需要安定、关怀和被爱，而我可以给她这些。楚莲回来了。哎，她身上不是带着钥匙吗？啊，是子菱。楚妈妈，快进去吧，你姐姐正闷得慌。
嗯，姐姐，你坐呀，子菱。哎，昨晚妈打电话给我，她在电话里哭了，她舍不得两个女儿都出嫁。不，她是反对我跟费云帆。哎，楚妈妈，这怎么敢当呢？你们姊妹俩好好聊聊啊。啊，子菱。啊，就在这儿吃饭。啊，坐，谢谢。嫁给费云凡呢？昨晚楚琳听到这个消息，好像很生气。我结婚，别人替我生什么气？楚琳认为，她过去历史不大好，她是离过婚的人呢。世界上的婚姻并不都是十全十美的。当然，你跟楚琳是很幸福。我担心在他心里头另外有个人。姐姐，那怎么会呢？那天他带我到郊外，路上发生车祸，他心神不定，他不是要向我求婚。姐姐，恐怕你在家没事胡思乱想的。你最近没有看见他？他结婚以后瘦了好多，他常在半夜一个人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有一天他说梦话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一直在说，我怎么对得起他，我怎么对得起他。姐夫，准新娘不去陪你的未婚夫，还有时间到我家来？你好像不欢迎我。非常欢迎。进我们的家里，家里别钻出一个意大利女人来才好呢。哎，真有一个。哦，安娜。哦，妈妈咪呀！喜妮儿，你贝拉，这烧饭的安娜，你要习惯意大利人的热情。来，我带你去看卧房。是怎么弄来的？这是我画好了图寄过来，叫我们白朵给我定做的。他还说这挂珠帘怕不是我所要求的样子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刚离开家会不习惯，这样子你会觉得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。这是你第一次主动吻我，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啊，先洗个澡，睡一下，然后我们到街上看看。嗯。
早醒了。我看你睡得香，所以不忍叫醒了。我的睡相是不是很难看？纯洁的像个婴儿。我就知道这是你娶我的原因。不要说废话，起来换了衣服用早餐啊。请你先出去。我是你丈夫。我就不让你看了。永恒的罗马，不知道冬天是什么样子。冬天我带你去看雪。嗯，半年来我带你看了多少次第一次看的东西，第一次看歌剧，第一次看斗兽场，第一次看斗牛，第一次看雪。好啊，你心里一定骂了土包子是不是？我没有说那土包子，我是说那可爱。不来了不来了，你说我可爱，我已经听到你心里在骂人了，你还敢赖？要真听到我心里的话才好呢。你以为我追不到你？看你滚！觉得好温暖，真的，真的，又温暖，又快活。你有没有话要告诉我？什么话？一句话，三个字，你从来没说过的。哎呀，你看，好美，好美啊！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是不是快到了？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在这荒野小木屋，你还没忘记我的珠帘。什么都是你第一次看到的，总也要让你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吧。你会惯坏我的，云凡，总有一天你会宠坏我的。只要你知道你是被宠爱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别心急，滑雪虽然好玩，可是容易摔跤，你要懂得如何操作。啊，我会，我会，大家都说只要一滑就会了。你会才怪，站好别动，让我来教你。这么简单还要教啊？子林，子林，叫你别动，你偏任性，搞不好会摔断腿的。你说什么？摔断腿？这三个字，你是不愿想起绿萍，还是始终忘记不了那个楚莲？费云凡，你这什么意思？经过这么久，这个名字仍然会刺痛你吗？子林，别管我。好，
不管就不管，让人家楚莲来管你。子琳，子琳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好狠心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现在住的习惯了吗？好多了，但总是在国外，不像在自己家里。滑雪实在好玩啊！去年有个女孩子曾经为滑雪还跟我翻脸呢。你还停？不停不停。
欧洲里已经住久了，等春天呢，我再带你环游世界。还没有洗好啊，快点，有你好多信呢。啊，都是爸爸寄来的。大概还有你同学寄来的。最近很少接到你的来信，大概在外生活愉快，遨游四海，忘记你的老爸爸了。玉萍婚后改变了很多，身体的残缺影响到心理的健康，和楚莲常常起争执，跟婆婆也很难相处，让我们真心烦。爸爸信上怎么说？是不是勾起你的思乡病了？云凡，我们离开家已经一年多了。哦，好像你从来没有把此地当作家。当然了，这是在外国的家，不是自己的家。哎，你怎么不吃了？哦，我打个电话。子林，快点收拾行李。这次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？台北。真是个天才。真有意思。爸爸，你看这个。姐姐，姐姐，不要扶我，我一条腿走习惯了。爸爸，啊，你妈在厨房里做菜，云凡和子林回来了，请你们大家回来，团聚团聚，坐吧。这不是团聚，是团圆，情人团圆。费先生，在国外好好的，干嘛要回来呢？子林想家。你就带他回来了，回来危险呢？回自己家有什么危险？哼，看起来很精明，其实很傻。丽萍，你哪那么多话？姐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化妆品。我的化妆品有什么用？女为悦己者容，又没有人喜欢我，你自己用吧。子林送你东西是一番好意，好意坏意我自己知道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你真叫人无法忍耐。谁让你忍耐了？你不忍耐又怎么样？不要吵了。你们能不能给你们自己留点面子？我们回去吧。刚见面就舍得走吗？我在里面就听见是你们回来了，回来就吵，要吵你们回家去吵。子林跟云凡刚刚回来，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。妈，
我不应该回来。你冒冒失失的干什么？有客人来吗？客人没有腿不会自己走啊？你以为客人都跟你家太太一样要坐轮椅啊？不开门客人怎么进来？哼，真没有用，真没有用，叫你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谢谢。你是新来的？昨天来的。太太身体不好，你要多忍耐一点。子菱，我早就知道是你。你刚刚跟阿柱说什么？阿柱真笨，哼，亏你还有兴趣跟他说那么多话。随便坐吧，房间很乱，我没有心情整理。这东西让你不舒服是不是？他却陪伴了我两年多。子菱，你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，你不应该把爱情让给我，更不应该把楚莲施舍给我。楚莲应该娶你的。姐姐，我不要说了，你对我根本不够坦白。你知道他每天晚上做梦喊的都是你的名字，你知道这两年多你都站在我们中间吗？直到有一天他对我狂喊，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他爱的是你，他是为了这条腿才娶我的。他说我毁了他。姐姐，还来得及补救，爱是需要培养的。只要你跟楚莲能够彼此迁就，迁就，我已经不能再错下去了，我已经决定离婚。失去了楚莲，再找别的男人，不见得比他好。失去？哼，请问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，如何失去法？那么，以后呢？我要出国去。出国去？以前我很用功，想出国，你调皮，什么事情都蛮不在乎，结果你跑遍了大半个地球，我却守在这屋子里，坐在这张轮椅上。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会到国外去跑一趟。真正跑过了，我还是认为回来最好。你得到的东西你可以说不要，但是对于一个渴望得到这件东西而得不到的人说，这件东西并没什么了不起，你这算什么？幸亏给我奖学金的学校，我告诉他们说我遭遇了车祸，问他们对于我这个少了一条腿的学生还有没有兴趣。他们来信答复我，那条腿并不影响我的头脑。你跟楚莲谈过离婚的问题了吗？我们已经谈过了，现在你从国外回来了，我们更没有拖下去的必要。我回国跟你们离婚有什么关系呢？哼，借你这些年来的好心，你把你的爱人让给我，现在还给你。哼，好，你该走了，我有点累，我跟吴一留你吃饭。律师谈了很久，
你们都谈了些什么？你总可以跟我说说话吧。初恋，你是个很坏的演员。我们错了，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去演那场戏。相信我，子林，我挣扎过，尝试过，努力地忘掉你，做绿萍的好丈夫。但是，我总想到那个雨天的下午，想到你的一帘幽梦，想到我们一块笑一块发疯的日子。子林，这两年多，我没有一天停止爱过你。再说这些，还有什么用？有用的，子林，我们还有机会。绿萍早就要跟我离婚了，我离婚以后，我们还可以重续我们的幸福。初恋，你忘了，我不是自由之身。我可以离婚，你为什么不能离婚？子林，我们已经浪费太多的日子，这两年多的相思跟痛苦难道还不够？不要抽回你的手，我再也不会放开你。我曾经像傻瓜似的让你从我身边溜走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了。初恋，你不要太冲动了。难道你不再爱我了？初恋，我什么时候忘记过你？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。我收回这句话，请你原谅我心慌意乱。相信我了吗？答应我了吗？你真的那么爱我？你还愿意娶我？这样行吗？这样能证明我是多么爱你？哎呀，你疯了！你忘了，我们约好一块吃晚饭。云凡，我睡吧，今晚什么都不要讲。子林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绿萍分开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在跟你联络。你一定要跟费云凡说，不管他答不答应，我们都这样做。好的。那么，子林，我等你的消息。我一直在电话旁边等，不要折磨我，别让我等得太久。记住，我爱你。谁打来电话？楚莲吗？
他要你离婚是吗？你要离婚是不是？说呀，如果你要离婚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绝不刁难你。你可以嫁给楚濂，我绝不妨碍你。你要怎么做，告诉我。我嫁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放了我吧。我真痛心，这些年来我费尽了心血，只是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，珍惜你。我带你去欧洲，带你去美国，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，我费尽了心血来博取你的欢乐与笑容。妄想有一天你会爱上我，两年了，我带你回来，你给了我答案，我所有的苦心，所有的感情都是白费了。很好，你可以收拾东西回你父母家去。明天我会派律师到你那儿办理一切手续。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看到你。一刻钟后在重阳前面见。怎么样，子玲，他同意了吗？楚濂，我曾经爱过你，那是一念之差，现在事实全废了。楚濂，我不能骗你，两年的相处
我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云帆了，我再也离不开他了。初恋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已经不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再爱我了？我们之间只存在着友谊，我可以没有你而活，但是就不能没有他而活。初恋，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无法弥补了，但是我相信将来你会找到你的幸福的。子玲，我子玲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我竟连恨你都做不到。戴太太，请坐。云帆没有来。没有来过，他刚刚从机场打了个电话回来。机场？是啊，他没告诉你啊，他今天晚上要去欧洲了，餐厅交给我来负责。哦，我舍不得你，我好想再见你一面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什么话？只有三个字。是什么？很俗气，但是很必须。而且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，我爱你。还是我亲让我离开你们，我现在什么都懂了。我怎么会打你？怎么会打得这么重？我一定发疯了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只要不养成习惯，我保证不会有第二次。